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夫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1831期的节目。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我手边现有的 G2 配色系列的最后一款玩具 ，Leader Class 的屠毒天。虽然说是 G2 系列，但其实这个人物呢，他仔细去搜查一下，他并不是出自于 G2 啊。虽然说它这里有一个 G2 的一个标志，那后面的话呢，却有另外一个也是 Autobot 的标志。那它的传世系列、传承系列，我本来就觉得说传承系列本来就是一个大杂烩、大熔炉了，所以它有一些 bug 啊、设定的上面的一些出入的东西呢，我们也不要太在意了啊。那屠戮天的话，它第一次出现的人物应该是在2000年的变形金刚 RID 系列里头吧。那我好像在网络上也看过08动画，有它的，也等于是一个是绿色版本的 OP 的一个插图啊，可能是从那个地方来的。那么这款玩具的话，既然叫屠毒天，它本身是一个中毒状态，它上面的话呢有很多这种流出汁液的这种中毒状态的这种包括这个好像这个油啊溅洒出来，简单的说就是一个就是一个异常状态下吧，中毒的流出脓啊，或者是这个什么汤汤水水的东西啊。那么玩具的话呢，我们用卡车来做开场吧啊。因为先前它的基础模具这一款镭射科波文的话呢，我是以机器人的形态做一个开场。那我们这一次的话呢，就把它用车辆来做一个进场的一个表现的一个方式。两个是相同的模具，配色上面呢就有很大的不同了啊。这个火焰的标志啊，到了这个话，整个是这个亮绿色，虽然说颜色呢非常的亮眼。那山寨的感觉呢？我反而觉得其实并没有说到非常的强烈了啊。然后它的油罐的部分，然后后面的这个油罐的部分，你看这里，也有这种流出液体的这种刻画。轮胎是紫色的啊，非常的显眼，滚动性还算不错啊。10个轮胎的话呢，能够全部达到一个滚动。上方的话呢，这个部分的话呢，是可以取下来的一个活动的一个炮身。我们简单看一下它这个细节啊，还是刻线。什么的做得非常的不错啊，这个模具本身完成度就是比较高的，这个部分呢可以把它推出来啊，这样子的话呢就能够单独的做一个摆放了啊，然后呢上面这些啊继续给各位看一下细节啊，真的是做得挺多的啊，如果愿意再做一点旧化的话，其实这一款的配色的话呢会非常的好看，那我们其实可以稍微去对比一下它原本的这个铁灰色。啊，你会发现黑色的话，感觉更有那种以前那种旧式那种蒸汽火车头的感觉啊。我觉得吧，这一款这个黑色确实是更加的有看头啊，特别是上面就留下来的这个液体啊，而且它是有一点点就是，好像就是没有完全盖过去，黑色的感觉就更逼真的了啊，渗出来的一个液体啊。然后车子的本身啊，轮胎这个紫色的一个轮框啊，非常的特别。武器之一可以收纳在它的底部，然后车窗的话呢也是非常另类的葡萄红吧，还是蛮特别的一个透明部件，这种颜色我好像以前从来没有看过啊。然后上方一个 G2 的这个 mark 啊，这个标志在它身上出现好像是不太对的啊。车头的话呢是一个油亮的黑色，还蛮特别的啊。那这个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后面。这个地方的话，有时候好像变形比较会去漏掉，就是这个膝盖的部分要翻出来，以及呢，它这个模具我觉得最不有趣的地方就是这个地方，它这个油箱啊，因为很容易去拿的时候不小心就把它碰到，就把它给塞进去了啊。那从侧边还是把它给推出来啊，这样比较完整。武器之一可以完全的收纳在它的车子的底部。那这个卡车的形态的话呢，我们就把它给这样子做一个最后的一个。完全的展示，那我也顺便展示一下呢。我目前手边这一阵子收藏了这些 G2 配色的玩具啊，也是一个因缘际会吧一切的一切呢都是从这个钢索啊这个玩具呢突然的让我对这整个这个 G2 的话呢有一个很浓烈的兴趣一个不小心的话呢就把它们给收起来，但实际上价格也没有说到很高啊，像这个幻影啊。JS 啊，这个的话，这两个我都是台币400多块钱啊，就给收到了啊，就给收到了。那这款3Sub 是比较贵了啊，我记得差不多是逼近于，台币可能700多块钱才收到。那这个钢索跟这个屠戮天的话呢，也都是1000块钱左右。
好的，那我们就来示范一下这一款图图天的变形过程吧。首先的话呢，它的这个货柜的部分呢比较简单啊，朝两侧打开，打开之后的话呢，这个部件放下来，然后上方这个部件把它对折下来到这边，这里的话呢可以做一个旋转，这个部件的 C 型扣我觉得比较 OK 一点，我那一款原色版本的这个 C 型扣已经整个都松掉了啊，就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啊。好，这个我们就暂时放到一旁，来进行到这个本体的变形啊。首先的话呢，这个兵器从这里把它给取下来，两个油罐给放进去，然后呢这个地方啊稍微挑开来一下，然后就可以把两只脚呢给放下来，护膝给打下来，两腿给打开，然后呢这个脚底板。且脚尖跟脚跟给翻下来，侧边这里给翻松开来，两个脚可以先放下来了啊。再来的话呢，把这个顶盖的部分呢给打开，打开之后啊，我们要做一个往上翻上去啊，翻上去这里，这个首先放下来，这边整个的给翻起来，彻底的翻起来。那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还要进行它的这个部件啊，这个部件往下翻之前，要应该先把这个车头也给打开，整个给松开。我们接下来呢，要整理这一带的部件，非常的有点小小的复杂了啊。首先的话呢，我们先把这个地方给腾出来，这个缝要给腾出来。好，腾出来之后的话呢，我们的这个手臂呢，就可以再透过这个地方给翻出来，然后呢，里头肚子的这个部件。这个地方啊，它没有一个铆钉，有时候这一块这个腹肌的话会飞出去啊。好，我们这里总算这里整个都清出来之后，我们的这一块部件才可以进行一个翻折，把它给翻出来。这里是一样的啊，这边终于可以翻出来了啊。好，翻出来之后的话，我们要把它折成这样子一个角度。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需要把这一片部件给翻出来到这里啊，先不要扣进去，因为我们还有一侧，这样。啊，你要往后面多折一个角度，它才能够给放进去到这里，再把这个肚子的话呢给往前面扣进来，腰身旋转180度，然后呢肩膀折一个90度到这边，再来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把手臂给放进来卡进去，那手的话呢比较简单，直接从里头抠出来它就行了，到这边把这个拳头给捏出来。好，到这里，另外一侧呢也是一样的，这边翻出来，这个拳头到这里卡进来。好，手臂的话呢自然下垂啊。那接下来的话呢，后面这里头部往前面翻过来到这里卡下去啊，它会稍微有一个卡住的感觉。肩膀的话呢就这样的90度啊放下来，然后呢末端这个地方，我当时在做原色版本的这个雷射科的时候呢，这片部件我没翻出来，要记得把它翻成这样，然后呢这里看侧边转成这样过来，那这里的话就会给有一个挡住的一个效果啊。当时啊，不过这个真的是很不容易去发现了啊，很不容易去发现。那这个的话呢就是我们这一次的居兔弃暗版本的荼毒天，它的一个变形过程啊，从卡车到机器人的一个整个流程就如此这般了。武器给各位看一下，也是这个它的这个身上这个配色就很特别啊，这种透明部件我也说不上是什么颜色。那它这里有一个凸，有一个凸，凸的话呢要朝手掌的外内侧啊，应该说外侧啊，凸在这里，这样才能够插进去，这是它的一个持武器的状态。那斧头的话呢，也是可以跟这个宝剑的话呢做一个组合的，就给各位做个简单的小示范，这样扣上去啊，就会变成一把超级的大剑啊，就给各位看一下。OK， 那这个具体的玩法的话呢，各位可以参考网络上的一些说明啊什么的。那它的这个肩甲这里是可以打开的，里头就有这个很漂亮的透明部件的这种预备发射的导弹在里头啊，所以这个家伙的战斗力应该是很强的。然后眼睛的话呢则是凶恶的血红色，
有一点点、一点点、一点点的透光啊，一点点，非常非常小啊，非常小。然后它的胸口的话呢，里头一样是有领导模块的，我们打开给各位看一下啊，给各位看一下这个橘色的这个透明部件的话呢，这个跟这个的颜色不太一样啊。然后它的怎么说，这个玩具的松紧度啊什么的，我觉得吧，跟雷射科比起来几乎都是一样的。那可动给各位做个简单的展示啊，拳头都可以转，腰身可以转，头的话呢也是一个球形关节，漂亮的头雕啊什么的啊。整体来说的话呢，我还是比较喜欢这个模具了啊。而且对我来说呢，我刚刚入坑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我还在大陆工作的时候呢，我刚看完变形金刚第二集没有很久，那我当时在那个买了一些山寨的变形金刚，那其中有一款 OP 啊，就是这个 G2 的一个模具下去弄的一个山寨货哈、啊。当然啊，不是这个模具啊，就是以前的那个老 G2 的模具去改的。所以对我来说的话呢，这个肩膀呢有个很巨大的这个造型的 OP 来讲的话，也是一种特殊情感的存在。那么这今天的话呢啊，就深夜时间呢，给大家呢做这一套 G2 配色，我个人收藏的 G2 配色的最后一个玩具了啊，图图天，个人很喜欢这个配色，看着看着是挺亮的，但是以前都会说这什么巴康配色，如果你不跟我说它的什么图图天，我就说哦，这个它是啊、什么年会限定的这种非常奇葩的配色啊。那可能我就是因为兴趣越来越奇怪吧，我就突然对这套配色很感兴趣，就把它给买回家。那今天的话呢，就给各位分享到这边，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